裁判没有示意越位，巴洛特利有机会打门，这是喂，搜索对付贞子的方法，赶紧把插头拔掉。哇，来个去啊，贞子的无敌超自然怨念死亡电波，通过电视机里传出来的，只要断掉电源就能从物理的角度把它给秒杀了，耶、yeah!我勒个去，实在太刺激了！郑俊这种老套山寨的恐怖片造型来吓我，但只要把电视机面向墙壁，我就不会再看到他那副尊容了耶。还是不行啊，用火烧啊。我勒个去，你真的太聪明了，利用高热火焰精灵物理包围圈，从地理上困住了他的行动，电离的电子由激发态回到机态时放出的光子，只把他的双眼从漆黑一片的环境突然转变，这使他的大脑暂时失去影像感知能力，这既是技术上也是战术上的全面胜利啊。喂，好累啊，还有没有办法？硬的不行，剩下软的。软的？泡它。我勒个去，你真的太聪明了，不说不记得，一说就记得，原来还有这种奇招。根据我看了巫医生灵一二三四集的经验，贞子的怨念就是来源于对人与人之间不信任、不关怀、不诚实的失望与悲哀，所以解决这次的办法就是用爱来感化他，感受他，感觉他，竟然敢揍他，我明白了。Thank you.
小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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